啊，特别说我的来源是从这边，这是从那个中央的气象局啊，交通部中央气象局所得到的这个资料，然后呢，台北市的，当然未来我是希望可以把从淡水一直做，可以把所有的到梧栖全部的测站的，包含什么呢？气温啊、降雨量全部做出来。啊，其实很多人每天的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大量的资料。但如果说你今天假如会画一个图，你就是这样人工来做的话，那再画下一个哇，那你会发现你会花很多力气。但如果你可以把它写成程式的话，一个按键按下去就全部完工了，你就收工了，等于人家可能要做一天的事情，你只要把程式跑一遍，你就结束了。这老板叫你做更多事。没有啊，不能让老板知道，下班再按一下嘛，对啊、哦，很多人大家都这样跟我讲，我说我也问你，之前有学过程式的，他没学之前，他每天都很忙碌要加班，但学完之后他发现一整天都没事了，那我说你能不能让老，你要不要让老板知道说你做完了？他说不行，因为老板会给我更多事，因为他说做完了对，那你很空嘛，那这再多给你，所以他们都怎么办呢？就是装忙。OK 哈、哦，假装很忙这样。OK 哈、哦，然后呢，到那个快下班前呢，再把老板要的资料交给老板就好了。OK， 他说很方便啊，一下就做完了。但是这个当然也各种，所以除非说你要让老板知道说，老板我这个会的，我这个做完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叫我做更多事情，当然你要给我加薪，对哈、哦。那当然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啦，有些比较传统的公司啦，老板加可能就加这个。加意思加个3%5%很少，他就觉得这样好像不敷他的那个，因为他效率增加可能不止1倍2倍，可是问题怎么加这么少，所以他就想说要不要换工作，所以他问我说要不要换，我说其实倒也可以啦，你可以骑驴找马嘛，反正你不要急着把工作辞掉嘛，你可以慢慢再找，慢慢面试，也许可以找到更好，一跳他其实跳一个单位哦，可能就是薪水至少差个几十%哦。OK， 那另外他说有一个同学，他跟我分享说，老师我最近哦，我跟老板讲了，那老板很好啊，他就直接帮我调另外的单位，就是那个单位就是要写程式去解决问题的单位，好，然后呢，他突然把我的薪资呢提升多少呢？他说提升2倍，直接我不知道他原来薪水多少，我是不好意思问，我说你原来是20000块吗？提升之后变40000块嘛？当然不可能啦。他说，其实主要是因为哈、哦，那是外商公司。他说外商公司哦，基本上都是看能力给薪水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其实以后如果你们想要就是看能力，你是想要到挑战性高的，就是你付出越多，你拿到越多薪资的话，其实不妨哦可以考虑外商。哦，就现在麦当劳不是外商了，麦当劳已经好像卖给不知道哪个。国内的厂商了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你可能要评估一下那个产业啊，那家公司哦，它的性质是不是跟你想的是一样？否则的话，你进去哦，你会觉得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。那更不要说，那一般的公家机关哦是这样啊，它不是看能力的，而是看资历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哦，比较资深的事情比较少，比较之前的，就是你刚考进去的哈、哦，事情会多到非常的多。但是薪水你说会很多吗？我觉得哈、哦，如果你这样看起来啦，哦，其实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工作的话，说真的，公务机关是 OK。但问题我觉得啦，如果年轻人像我啦，我是绝对不太喜欢公务机关那种气氛，而且里面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、哦，有时候蛮尔虞我诈的感觉，然后互相之间就是。说不出来的那个奇怪的感觉啦，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待过那个公务机关，我觉得那里面的气氛并不是我喜欢的，反而是我到那个科技公司，我发现很好一点，就是里面的人互相帮忙，而且感情其实都相当的好。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像我到的那家公司哦，它基本上哦里面所有的技术都最新的，就像有点像现在 AI 部门这样子，因为大家都是新的。大家也都不知道，大家也都不太，大家刚开始都还在摸索期当中，所以彼此之间、哦、都会相处的比较融洽、啊、另外的话、哦、其实大家也都很之前，因为我去到那边一个月、哦、我已经变元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很嫩嘛，因为他们是陆陆续续才又找新的人进来，陆陆续续在补人。 OK， 所以我补进去的时候我还排第4个吧，所以、哦、
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，后面还会一直补进来。所以我发现我去到那边没多久，其实我好像蛮资深的，虽然我才去没多久。OK 啊，所以里面的气氛哦，其实相对的会比较好一些些啦。所以你们可以考量说，以后你想要去的那个公司的文化，哦啊，另外最好能够去像什么，比较像 Google 好了 ，Google 他们在101嘛，对，它就有一个开放空间，哦，然后随时你想要在哪里工作这样，没有个固定办公桌、哦，你可以附近你想要找，有点像咖啡厅一样，你可以坐下来，然后很多的吃的喝的它都免费供应。OK， 然后甚至的话也不用打卡，不用打卡上班，不用打卡下班，事情做完就可以走了。甚至在美国的 Facebook、Google 啊，他们甚至希望员工不要进公司，因为现在疫情太严重了。但他们在远端做工作，完成之后再交件就好了。OK， 所以当然你以后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的话，可能就是思考一下你未来哈。OK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第一个哦，这个资料在这边，所以呢，你待会就是先把这个资料 ，Ctrl+C，Ctrl+V 贴上的话呢，那就贴到这边来，贴到 B2 这个位置，好，那把这个图表给做出来，所以图表做出来的话啦，你当然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录制巨集，那录制巨集的话，所以我刚刚一先把这个啊录下来，那所以我们可以开发人员啦，当然这个地方可以录制巨集。那巨集名称的话呢，也许叫什么？也许叫我这边底下有个名称哦，叫组合图巨集好了。OK， 这个名称好。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录制一个组合图的巨集，按确定。那把刚刚的动作重做一遍好了，按确定。好，一把 B3 到 D15 选起来。第二的话呢，插入什么？插入这个直条图。好，第二步哦。第三步当然移动到 F2 到宽的话是到 O 哦，高的话到第十五列。可是这个先不要做，因为之后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改程式。另外的话呢，改它的那个里面这个标题的名称，跟它的标题的字的大小跟颜色，前面也写过，所以其实可以把前面的程式拿过来修改就可以了哈。那我们只要做什么呢？第二步的话，再把气温的地方按右键，气温哦，蓝色地方点一下。有没有？然后再滑鼠右键，选择变更数列图表样式，把处坐标轴先打勾，然后把它的这个气温的这个改成本来是直条图哈，改成叫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。好了，这样 OK， 按确定。好，我们就录制完成了。那录制完成之后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就把它停止录制哦。所以我把重点回一选取这个范围，好。二的话呢就是插入那个直条图。三的话呢，点选气温的部分，哦，把它变更那个这个图表样式的类型，哦，然后呢，在副坐标轴打勾，哦，然后把它改成那个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，然后最后就把开发人员停止录制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巨集里面，哦，就会有一个我们刚刚录制叫什么？叫组合图巨集这个，我把它按编辑，它就切到 Visual Basic 里面来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这个就录制的东西啦。可是呢，问题哈，哦，我假设录制下来的东西啊，哦，我希望做个变更的话，哎，这个地方哦，哎，奇怪，我把这个程式啊，哦，在这里啊，哦，把它移一下了哈，哦，这样看会比较清楚。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那个 VBA 的编辑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一边看到后面哦，一边看到我们要的结果。那其实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只把这个表删掉之后哈，哦，再把它执行一次，你会发现它就帮我再把它跑一个出来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来了，有几个地方不符合我们要的。第一个就是它的坐标不在这个地点上面，所以我要把它移到这里来。第二的话呢，它的宽度哈，不是 F 到 O 栏，高度不是第二列到第十五列，哎，所以我第一件事要怎么样把它刚好移到那边去啊？首先的话呢，我可以把这个录制的巨集啊改一个地方就可以，上面这个注解可以拿掉。主要可以改这个地方，叫 add chart to 后面这边啊，哦。其实刚刚有讲过哦，只要再增加呢四个参数就 OK 了。哪四个参数？第一个参数哈，就是移到这个点上。哎，这个点哈，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的左边的话呢，它叫做这个储存格 F2， 所以你就跟他讲说哦 ，F2 的话呢，就是用物件 range 后面打 F2， 意思就是 F2 的这个储存格的左边，左边的话就点 left， 然后呢逗点，
上面的话呢，哎，它的左上嘛，哈，这个左上的这个点，那上的话呢，实际上就是再把 range F2 啊，这个把它复制到后面的第二个参数，这个参数，那点什么？那个上的话呢叫 top， 所以你就打一个 top，OK，、OK、好，那你会发现我把它执行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它执行出来，它刚好就放在这一点了，哎，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做出来 OK 啊，可是问题啊，宽度不对。宽度怎么调？哎，特别说，刚刚加了左上对哈，那第三个就宽度，宽度怎么加呢？宽度的话也是一样，这个储存格的宽度的几倍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宽度哦，哎，或者是说哈、哦，另外一个方法是 F 到那个 O 的宽度了，不过我们干脆用这个 F2 它的宽度点的话，后面呢它有个属性，宽度的话呢叫 width。哦，宽 width， 哎，它的宽度，但问题如果我执行的话，它的宽变成哦，直接一个啦，有没有在这里？不对，要总共有几个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所以要有十个一样的宽度啦，所以后面你可以把它乘以十不就好了？哎，把它执行乘以十，有没有？哎，乘以十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就十个了。那高度的话呢，我要刚好什么？刚好它一列的高度一个嘛，啊，刚好它第二列。到第十五列刚好几个呢？十四个，所以其实后面的话哈，第四个参数呢就是它决定它的高度。那高度的话呢就是逗点，然后 range 的什么呢 ？F2 这个储存格啊的高度，高度的话叫 height， 所以 h 打一个 h 的哈 ，eat 这个那几个乘上十四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哦，基本上就是增加了，总共会有四个参数在这里。啊、哦，左上宽度乘十，高度乘十四，啊，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有没有？看一下哦，这个结果呢，哎，就刚刚好在我们要的位置上。但是呢，还有第二个地方要变更，哪个地方呢？就是这个的标题，我希望呢把它改成什么？台北的气温与降雨量，然后大小的话呢，要是十八，颜色改成红色。哎，这个好像之前有写过吧？有没有？我们好像在哪个地方有写过？在这个前面的这个，好像我记得在原型图还是在哦，在那个枝条图上面，所以你可以往上找一下。好像原型图上面就有写过这个这个枝条这边哦，有没有各分店的业绩？那我们怎么改的呢？其实主要在这里这三行，有没有？它的 chart title。点 test 哦，改成这个字的大小 font size 18颜色，哎，所以哦，可以把它 Ctrl C 哦，把这个地方哦，其实第二页这边枝条图啊，这四行啊，这三行哦，把它复制之后的话呢，把它移到哪边呢？其实就移，把它再增加到哪里？增加到这底下，贴上就好了。那只是说哈、哦，我变成要把。这边啊 ，test 改成什么？台北的哦，所以这边的话改成台北的气温与什么呢？降雨量哦、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就这三行。哎，特别是哦，他在第二页啊、哦，实际上个礼拜有写过哦，所以上个礼拜有写过的东西哦，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我们程式就改完了。哦，那把它执行看看了，理论上应该就 OK 了啊。另外的话呢，哈，你想说老师你刚刚画了这么多啊，可不可以把它删除？可以啊，之前我们也写过删图嘛，哈、哦，删除图的话，程式在哪里？其实这边也有，在这里。所以其实哦，直接全部拿来 ，Ctrl C， 啊、哦，你直接 Ctrl V 贴到哪里？贴到下面就可以了。其实程式一模一样啊，直接可以拿来用了哈、哦。那把它全部删光光看看，这边刚好像叠好几个。直接删掉，有没有发现里面全部清空了？哦，所以执行看看，哎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台北的降雨量与气温啊，这气温与降雨量删除它。哎，那如果说要把这两个变出来的话，那我其实可以怎么，在这边哈、哦，可以再加两个按钮就 OK 了，插入按钮，把这个按钮啊、哦、加一个。这个叫组合图好了 ，OK， 其实在组合这个啦哦，这个我名称叫组合图好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就删图啊，所以把这个按钮复制啊、哦、
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把它按右键，指向删除。啊、哦，删除有两个，我用这个好了，删除哈、哦，可能程式有重复到哦，这边把它叫删除。那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基本上就这个一个有没有做出来，另外再一个。哎，那、啊、位置好像太近了，这边把它移过去一点点，好，这样，一个，两个 ，OK， 好、哦，啊，试试看，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，一，录制句齐哦，就是刚刚几个动作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修改的部分哦，最关键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增加四个参数，这四个参数 ，OK， 好、哦，另外的话呢，它的那个什么了。这个标题名称在这里，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